角形，是吧？都是一个三角形。这个的力量，这个的力量从哪来？支撑这个点的力量是哪里？轴心。三角形嘛，这个顶点的力量是由谁在撑着？两个边嘛。这个是底嘛，身体是底嘛，你的结构是底，这两个边的力量平均出来，这个点就有力量。好，出来。不对，不要用肩膀。筋拉出来。这个筋拉。走。回去快点。来。没有。哈哈哈。你手来。你手压着。来压着。这两个三角形压住，要出来，你看这个力量，我伸展的是哪边？我不是用这个，都不要动，你看。看不懂，这个力量，这个重，这里跟这里，看不懂。